大家好，我是猴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源头。跟墨尔本特别有缘，今天我要找的食材，它排名世界十大最健康的水果之一。这一次的蜂蜜不是在树林里，不是在花丛里，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找的食材。好紧张哦，每次五分钟要看一次，它熏香顺口，不会太咸。原汁原味，星期三晚上8点到。